先来个自由式哦，蛙式蛙式。为什么富邦悍将的吉祥物在河中游泳？真男人。原来富邦悍将吉祥物富兰吉要兑现，球队没进季后赛就有大汉西的诺言啦。不过宣言是哪时候发布的呢？他说他没有进入季后赛就要去游大汉溪。透过 Kipo 大数据关键引擎舆情分析系统发现，原来他在今年球季新庄主场首战就做出宣告，虽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，诚信至上的富兰奇还是在季后实现承诺，勇敢下水。19号早上，在新北市消防局学长们陪伴下，富兰奇穿着全套蓝色泳衣，外加一个救生圈，全程注意系水安全，完成游进大汉溪的任务。我们可能像比较冷啊等等，我们可能会抽筋。是，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事情，我们在下水前一定要有充分的热身，好调整我们的状态。在大汉溪游蓝色狂潮，我们的救生员也在陪伴你，慢慢来哦，小心小心。慢慢来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小心脚步哦。哇，水啊！哎 ，Frankie 怎么有点舒服啊？我发现学长好像也不用去理他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好像蛮开心的。他在戏水。你要记得游哦，帮我示范个自由式好不好？自由式。好，好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不要滑太大。你水太大了。对于富兰奇一诺千金的举动，超过千名收看直播的球迷用留言加抖内的方式给予热烈支持。富兰奇也和新北消防局学长合跳富邦悍将唱识趣《蓝色狂潮》，回报大家的力挺，期待明年球队缴出更亮眼的成绩。新北市消防局，蓝出击，富兰奇。